作为凤凰的子弟，我画画版画呢，培养了我们的信仰。画是看的，不是讲的。倚老卖老，随便两笔都是好，没有这回事。不用功，不认真，一样都不行。Explore the world through documentaries.